啱啱去完巴黎时装周嘅超年翻嚟香港冇耐，原来已经又飞咗去冰岛啦。虽然仲未到冬天，但系冰岛而家嘅天气已经好冻噶啦。睇下超年呢几日嘅相，包到实一实就知啦。不过呢日超年嘅 IG 就竟然 po 咗张泳装照，着住白色低胸泳衣嘅超年，原来系去咗冰岛著名嘅地热温泉啊！天寒地冻去浸温泉，净系睇超年个样就知道有几正啦。